我是小莹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好不好啊？可不可以约你出来吃个饭？我会在老地方等你。记得，那另外一位呢？黑咖啡，热的，越热越好。好的，两位请稍坐一下，马上为你送上。当你的笑容给我礼貌的照顾。哎，叶子，你会不会觉得人生真的很好笑啊？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他好帅、好潇洒，我好崇拜他哦。看到那么多女生围绕在他身边，甚至还会觉得很自豪，可以很大声地跟他们说，他就是我男朋友。可是现在，我想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就算这样，我还是一直等着他，没有离开他。你没有钱吗？没有关系，我还是会一直等你的。你没有地方住，那也没有关系啊，来我地方住嘛。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？傻瓜，因为我是你女朋友嘛。这么多年了，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不过就是要一份承诺，这样过分吗？当我想坦白，我能不变吗？哎，我都快30了，哎，那个女人到我这年纪，每天还要辛辛的苦苦的工作，把自己搞成一个黄脸婆，还要养那个了不起的大音乐家，我能不变吗？经济不景气又怎么样？唱片公司都不要你又怎么样？我怪过你吗？我因为这样就瞧不起你吗？难道我在你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势利的女人吗？10年了，在一起整整10年，明天就是我们在一起10周年的纪念日了。这10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你一句。就算别人告诉我你没有前途，没有办法给我幸福，叫我赶快离开你，不要再跟着你了，我还是都没有听他们的。因为我总相信你说的，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幸福。真傻，竟然就让人被骗了整整10年，整整10年哎。幸福，不是只有在没有你的地方才会的幸福。
欢他，拜托吗？好啦好啦，帮就帮嘛，谁叫我们去朋友？啊，你都最好了。你觉得
只要是你送的，他一定都喜欢了。那我要好好的包装他一下。后面那个男生不是秋晨吗？他跟一个女生走在一起的。真的耶，那我们看看。你怎么这么傻啊？